太贵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如果有用的话啊，那可惜也是没有用的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胜完主义？我们是一个很平凡的，有短暂的生命。那怎么样在短暂的生命当中，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、价值，还有生命的长度，从短暂到达永恒？那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那姐姐，我们都进入到道场里面，有的早，有的晚，那这个都是我们累世修来的福气，真的是各位累世修来的哦。那我们如果说各位姐姐，你讲到那个问题啊，那你修到半道会安稳吗？很难的哈，所以佛陀嘛是爱赶快去找工作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难道你没有钱能够生活吗？很难的哦。啊，还是以还养胜啊，以胜养啊，圣王定境。那如果说一般的人他只有还没有胜，那这个底下有几个情形，我们来思考看看。第一个，说贫贱夫妻百事哀，那大家会吵吵闹闹，闹到要离婚，一般的社会上现象，这个是最多的。那第二个，阿拉伯人有钱啊，但是呢，以前没有钱的时候打拼，夫妻很幸福。等到打拼有一点结果呢，先生有钱了，有钱就有外遇啊，有外遇也会离婚的啊。那有钱，孩子从小没有调教，就在家里上网当老兵，啃老族。那这个都经常听到的问题啊。那第三个，那你的家庭因为夫妻没有内修啊，夫妻经常在吵架，没有幸福，那你的孩子不喜欢回家，家里不温暖啊，你等来留不住，所以他往外跑，往外跑啊，第一个就会容易现在的时代结交到帮派、吸毒，哇，这个就是很容易的啊。这是很一沾到了就很麻烦，是啊，最后为了要吸毒啊，坐下来以后有犯罪，以后只要被上一通大臣，甚至杀父杀母他都敢。那第四点是子女长大不会孝顺，因为你也没有把他教好，只顾着自己的妻小，弃父母不顾，啊，上山顶啊，他去养老院。这个也是很多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老人家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跟子女同居，各个老，他希望在熟悉的环境、熟悉的家庭。所以老人家父母长大了，最不喜欢就是被送到养老院。然后有一个同事，他爸爸伊妈妈生病养老院，他拢有一届病，因爸爸去病迄个医生，在喂，那个都有问题才送到那里。那个看护人也在喂他吃东西呢，结果那个老人家就把那个筷子给咬住。他说啊，歪家歪头他打了，他歪点打了那个，做气也做不那个，气他的孩子把他送到养老院，那第五呢，死了以后，子女为了争财产，告来告去，对吧？最近那个什么王某某有吗？没有了哈，不知道摆平了没有？不晓得哈。你那个有一间哦，你存足侪财产，死了你寄未了财产，你还过来过？你也感情，各位姐姐，你的感情如何？财产费啦，我借了你，佮敢唔敢摆过来跟你呀？他不是祸患吗？那如果你没有前妻给，人生少见，都还圆满，家庭立马变了嘛，又好，立马明白，然后国家稳定。啊，最近那个中信金控的董事长辜某某，对不对？是绕城一周，对吧？绕总部一周，嘛是在等你来，并且呢，不久以后，世人也是会淡忘。包括自己的子孙也是会淡忘哈，这个中信金控的辜人松哈，辜董事长，
马总统政商大佬吊唁辜濂松，一月六号追思告别辜濂松，哎，元月六号他还有一个追思会，你看这个盛会，但是最后还是他没有修到半道，以后可能摆在这里嘛，还是没有机会，对不对？还是一个悲观的啊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像说，如果说你是很有才华的，像邓丽君，一代民歌歌手啊，1953年到1995，他是一线保中，世界各国的民歌手，但是呢，活了40几岁，也是没有啊，只是留下一个怀念。那你很有钱，很厉害，拼到像郭台铭这样，那郭台铭他还说上帝对他不公平，他最幸福的就是吃一碗太太亲手煮给他的面，在他还没有讨第二个老婆之前，他在刚死的时候他讲这个话，他现在大概也忘了，差不多了哈。那还有一个嘛，你都中国问题啊，一个人无常来的时候，也有可能会遇到这个。各位，我做的是我前头五位的老师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吗？这是买了一个新的机车啊！哇，好高兴！学精神啊，事业看精神，精神是很难学的。那个制度方法，一本书给你，你就会了。但是你去做，为什么不成功？因为精神不如他。那个精神是很难。那个刚刚我们看，黄经理在国外开学校很容易啊，开学校钱拿去，但是你开的怎样就很难。你没有办法克服那么多的困难，你要这个。不屈不挠的精神，越精神不高，坚持度不高，那你遇到事情就退缩，那你永远没有办法成功。那像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？脚后动作上，脚后真正要有成就的人，一定是吃苦耐劳，对吧？一个不能吃苦耐劳的人，他要有所成就啊，没有机会。讲是没有机会，那学吃亏，我们来看一个故事，这个怎么样来学吃亏？精明的最高境界是厚道，就是有一位建筑商，他年轻的时候做的事业是不错，但是在商场
打滚了许多年，事业最后也没有起色，然后破产了。后来呢，他无聊的时候，有一天到街头散步，他经过一家书报亭，买下一份报纸，随便翻一翻，他眼前一亮，哎，报纸上的一段话，如电光火石般击中他的心里。他迅速回到家中，把自己关在小屋，整夜思考，一次再一次的思考。后来他最后10000块做本金，再回到商场，商场如战场啊、哦！这次他的生意好像被施了魔法，从杂货铺到水泥厂，从包工头到建筑商，一路一管风顺，合作伙伴集资获金。短短几年内，他的资产突破上升到1亿，创造了一个神秘啊商业神话。很多的记者追问他东山再起的秘诀，他只有讲4个字：只拿六分。那过了一年，过了一些年呢，他的资产到达100亿的台币。那这是他到大学演讲。如果你有100亿，很多学校会请你去演讲啊，一定会的。那这一次，很多的学生问他，他怎么变成10000到100亿，有什么秘诀？他说：因为我坚持少拿两分。那学生听不懂啊，什么叫做两分啊？少两分。那他就终于啊揭秘了一段往事。他说：当年我在街头流浪，看着一张采访李泽楷的报纸，很有感触。啊，那个记者问李泽楷的父亲李嘉诚啊，问李嘉诚，我们知道他是香港的首富，对不对？世界的首富啊，很有钱啊。而他儿子跟了李泽楷，啊，哎呀，李泽楷，你爸爸安怎跟你改？安怎教你赚钱？伊讲李泽楷讲无啊，我爸无阿爸。啊，赚钱方法咯，那教我做人的道理啊，我明白。教人做人会当赚多少钱哦？记者就很大惊，不信。那李泽楷说：“你父亲叮咛哦，和别人合作，假如你拿7分合理，你赚一块正常，8块嘛会使赚。安尼哦，咱李家拿第六块就好。哦，这段才有让看人不笑。那终于弄懂了。”他失败的真正的原因，他拿6块，本来用赚7块，赚8块，伊赚6块。甲合作的，甲伊合作的，才甲伊合作拢是用加赚2块。所以平平，大家若做一段时间，哦，伊的客户愈来愈侪，对吧？所以他就成为100亿，吃亏厚道的精神。你少赚一点，结果是为自己赚更多。但是如果你要赚人家8分、9分、10分，而且你的生命越来越快，对吧？不是这样，做人嘛，赶快嘛，做人。那学自己就更不用讲，对不对？那修什么？我们修脾气毛病，对吧？修道，修脾气毛病，这个我们从求道那一天开始就讲，改毛病记脾气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。但是这个脾气毛病到现在都还没有改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好改。然后机遇不合啊，三气多哈，君子之道造方物。那包括后勤太太也经常会指导后勤。啊，因为啊，讲你善解感恩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像你咧讲善解感恩，你讲不上两天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我最敢讲你实话的，大概是你的另一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一次后勤听了以后，真的就下定决心。一点难改，所以真的也是感谢后勤的带来。因为我感觉做事久了，有时咱慧根不够，咱的智慧，咱就无法像咱其他讲的，咱就感觉老师改不过来，跟咱无的，用不来当阿大的哦。啊，你真的听下去，听进去，所以就真的是这样子啊。那克己复礼，我们连自己的心也逆。都控制不了，还谈什么修道？各位姐姐，张力不到腰，其实那个就是最好的内摄、摄心的一个方法。所以八关斋戒有它独特的地方哦。你我都忍住家里的饥饿，那个是你往心性下功。我想这个是一个开始哦。各位姐姐，你越做，你会越有心的啊。那学什么？学心平气和，对吧？路若无平，路不平，起颠簸了吼。
啊，水不平起涎哦，心不平呢，是非怨恨烦恼就多。这个马经理刚刚讲，那心平才能气和，对吧？那正和正和呢？啊，心平才能气和。那我们经常心都不平，那做事情怎么会成功呢？那《易经》里面这个谦虚啊、谦卦啊、六爻皆吉，其他都是福中有凶，凶中有福啊，这个都不是，只有谦卦六爻皆吉，这是最好，只是到时候其修的越好越先进，对吧？那修掉急躁，那《易经》两个修到的最忌讳的就是急躁，对吧？然后就以前开车的，就是喜欢开快车。啊，常常咧开人当两个月收五千万嘛，啊，即马天气好歹，啊，佮规年拢食真威，用真药被砍了吼，我安那，即马徛倒来，徛六十，真的哦，况且现在都有大部分都改骑机车，然后开车50、60就好，啊，那才会体会到，哎，以前那么急躁，不知道在赶什么哦，真的不像修道的。他、啊、现在慢下来，哎呀，这个真的是路边的风景真的是不错，所以慢，这个温和有道，啊，急躁只会啊更会发生之后，所以我们得业力埋藏在我们的贪嗔痴里面，贪嗔痴越多越深，你的业力呈现就机会就越多。那讲什么？当然是讲天人师德了，天公难过了，对不对？天人师德，我们真的是昨天到今天的这些课程，真的是天人师德，老师、师尊、师父，老前人、前人的伟大，我们才有这个机会。前人重视，后人成就，有这么多的活菩萨当典范，你现在在世的菩萨嘞，哈，进去当典范师啊，各位典范师啊，进去在世的活菩萨。事实就是此来，风也好，雨也好嘞，病也好，哦，这个真的是天人师德。我们都菩萨都是活的，我不会，那个引导师、那个弹指讲师、那个前行，其实都是活菩萨啊。啊，讲好话啊，多讲好话，对吧？最忌讳的是怨天尤人、讲是非，就我了，开始怪东怪西啊，那这个都不是修道应该。那办什么啊？当然就是我们重点了。今天的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。那怎么样让你设法如意？你用怎么样来做呢？就是三思并进哦。那先和的持续这个济公和我老师的财思思，思财先思心，天感神隐是无理啊。铺桥造路来济困，三思引粮。堆积满孤存，施财建财建博士，积功心经金榜前程进，施了钱财来修佛尊，来世病痛不长生。这个第一个是讲财施，修桥铺路，修桥铺路来济贫。那而且在我们故乡斗六那个长安，满万年另外万年另外有一个长安西的那个，给啊他在市场里捡。以前他们也没有钱，那个桥是木头，那木头一到台风或下大雨，哎，桥就去了水里，无桥。啊，无桥嘞，你要去上面做地台啊，做地台啊，来回一次是快。我一刚去那边那种，啊，我讲哎，好像是一块两块，他们阿姨觉得心赚一样，你讲不是讲讲，你犯这鬼了，一次5块。那各位姐姐，如果说你是那里的员外。你是员外就是靠好行，你去做一个做好的用的桥给人行，给人家方便，那你也没有跟人家收钱对吧？但是本来一次5块，来回一概来回10块，你现在做一个桥方便，你无人收钱，一天啊1万元，一天1块，安尼话就10万了吼。啊，那个桥用了50年、100年。一天有1万、2万、3万人在用，那来到转世到这一世，机器人、机器人转世，啊！你今日你开什么11啦？你开你做工厂的啦，你做业务，所有的你那些客户让你赚钱的那些客户，可以说都跟你前世有关系。你前世你就做这
你看一经节里面的，那个是说福报的因，那个叫正财或偏财。所以那东西谁命里有时终须有嘛，啊，命里无时表示你前世就没有做好事，你今生你都做三面二事，众生没有欠你的，所以你别谈哦，歹势，你趁趁家己一两年啊，开开咧咧，啊，你若要请黄永清，要请吴连生，歹势那个机会大概是很少。你不是前面，你前辈子不是大圣。那第二个法师哈，宣道圣理诚心意，有己端正心合一，天理贵在那人道己。极致无私，邀得天家宾。台上立言道理，劝兄弟，满堂皆回敬。处处广良善，登天梯，功德无上也。啊，办道办道，能够让仙佛感动，那才是算办道，对吧？把不可能办成可能，那才是成功了。所以以我们黄经理办道，我想很多的浅显都是这样。那如果可能的代志，拢变有可能，这是天加力，对不对？仙佛在旁边加持，尤其是开荒这件事情，是说了开荒，仙佛随时在旁边打帮助他。那各位浅显，我们开荒定义不是说一定要到国外的哈、哦，你到隔壁的邻居，伊无求得，你甲大伊求得，你马上开荒，对伊讲也是开荒。这个家庭，他不知道道是什么，你来告诉道的宝贵，对这个家庭来讲，那是开荒的。你家家引导，伊的祖先、九神、七祖，把你迎接，你嘛是算开荒的。所以开荒的定义很多了哈。我们没有办法到国外，起码我们在国内可以每天开荒，对吧？姐姐呢？是哦，我们能力目前没有办法到国外，但是。我们可以选择小开荒，我的缘。那无畏师师无需求，无求无师无你我，有形无相悉任任你修。借假修真，真空实善，少心地，无挂碍，名相边不执功，功来求，功来求啊！三思并进，无畏修，慈心悲，慈悲心怀永怀长久。那无畏修，无畏师啊。就是，就是真是我们在道堂上，你一直付出付出，我们也没有说啊，老师啊，慈悲哦，帮忙啊，帮我经济我改善些，我们也没有这样求啊。但是呢，越修办就越顺利，不求自得的啊。那如果说你是抱着哎，我一直要求，那好了，那这个功德相，那本来是很好。那办什么？为什么要三思并进？那各位先生，我们做人基本上有三种关系，第一个就是跟你自己的关系，跟你的佛性的关系。那我们有智慧吗？你的佛性有光明吗？那基本上一般来讲，要抗压性。遇到困难，你是喊投降，还是你能够面对困难？尤其是你的小孩，那基本上囡仔拢做好命了，对吧？妹妹你那边就不安，我就不安的跳楼的自杀了。这是父母的责任，是不是？抗压性，那你抗压，把那些老板到，那我们的大人好道理来讲，有来一半的啊，还是大部分拢是会遇到困难。那你遇到问题，你能够面对抗压性。那第二个，你的承担力、责任感，有这个肩膀，你能承担不能承担？尬死掉。大死掉，那个英语叫做什么？大死，你有肩膀可以承担。那真正成长是在你负责任跟承担一项工作当中，你才会真正的成长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真正你有很大的收获，一定是你去承担，你去负责一件事情，你已经到这个，你一定会有收获。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是我们。自我反省的能力，自我修复的能力，自我约束的能力。我们人不是圣人，但是呢，我们修道人一定要知道自知之明，应该知咱的缺点。你的缺点你哪不知啊？你做到一公斤嘛，拢老了了，对吧？你去了抱一工做老工啊，你拢抱死工，老工你都无抱，你抱一世人嘛无好。自我反省、自我修复、自我约束的能力。
这个是重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第二第二是讲讲健康快乐有效，对吧？你是不是真健康？健康才会快乐啊！啊，快乐你才能够带给别人真正的道德一个好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各位姐姐，你的自信我在哪里？你的自信我是什么？这个要问自己，问自己。那第二个，我们的关系跟你的夫妻关系、父子、母女、父母关系、兄弟姐妹关系、亲戚朋友的关系、人伦的关系，这些尤其是孝道，对不对？我们百善孝为先。那各位姐姐，我们的使命责任真的很大，在现在这个世界，已经到21世纪2013年、2012年，那我们各位姐姐，我们都听了这么多的道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孝顺父母，我怎么样？那时阵的囡仔不孝是应该的，变成大家都对，对吧？会安尼无？那今晚的五爷都不好的应该啊，是不是常常听这句话？啊，咱阁买认真来改变社会风气。老师讲的，改变社会风气，移风易俗，对吧？移风易俗从我们本身自己个人还有家庭做起来。当你尽了越多的力，你的影响力就越多，才能够真正改变移风易俗，改变我们社会风气。所以各位姐姐，我们的使命真的很大，我们的责任真的很大。我们都听道理，我们都是修道理，那我们一定要落实孝悌生活，孝顺，尤其是孝顺友爱兄弟。真的，真的，这个是如何怎么样？非常重要的人不好应该，大家拢讲对对对，那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那世界大概就完蛋了。那我们夫妻对吧？君子之道，照端夫妇。这个真的是这样的，修道修得好不好，你的另一半最知道。那你另外搞无人管的嘛？你领导你一起往化成精致的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地方。那第三，人与天的关系，我们能回天吗？各位姐姐，我们能够回天吗？可以啦，我们有求过道就能够回天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怎么样真正让我们回天的，踏在回天的路上？很简单，咱听你讲，咱讲天人合一对吧？是就各位姐姐，有一天你来讲哦，哇，你修到天人合一啦，先往感应，那先往都会达到，知道？那叫做天人合一啦。那怎么样天人合一？很简单，完整半死天上的事叫做天人合一，对吧？那完整呢？但是办小弟的代志，三朝五度，师尊师父三朝五度，那么是老师到帮忙的，来尽一点心力。老师说师助徒，徒助师的啊，互补相帮嘛。所以完整办上天的事，就是天人合一，对吧？啊，办到什么程度？办到你真心、真心诚意，那那个感应就不可思议。就像我们黄德仁师、我们庄德仁师、各位德仁师这样，那是真心诚意。那什么是最大？生死四大，对吧？那办得办得是不是办生死大事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哦，所以我们办大事哦，我们不是办小事哦。所以上天的大事，哎，我们是一个凡人，我们在学习圣人的志愿，圣人的这个以前圣人所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都是圣贤的候选人的哈。那白羊弟子有三好，一个是福报，第二个是根基好，第三个是懂得学嘛。各位姐姐，我们都这样，我坐在你家就是福报好，根基好，啊，各位知影要修正，明仔你才会过命来。但是生活反正担心就是讲。福报好，但是不会吸引的，一天一天过，一年一年过，一年一年老。那根基好，不知道把握当下，懂得修道，一目混之，然后真心真修实练啊，狂修下练。那求道靠根基，半代有愿力，也要有这个福报。那福报，我们大家都希望拜土地公。那所有的地方啊，工厂啊，公司、大公司、小公司，都拜土地公庙。啊！你托你讲台湾足济，啊！拜托你讲的是风雨探子，
阿弥陀有福报，三思并进，广积功德啊，就是三思并进就是最实在的。那三思就是涵养我们的德性，对吧？你往脱离功德上，福德正神啊，听起来福德两个字，我们只有看到福，没有看到德，所以你因为无福啊，因德之类的有福啊。大学讲的德者才是基啊，对吧？才是根啊。哦，德性是财物的根本，那是求因啊。所以求福先求德，修养我们的德性。那德性从哪里开始修？三思开始修。这是不是？那布施的真义，这《金刚经》讲的多么，念念为众生，就是布施。各位姐姐，很简单，你经常站在别人的立场，为他设想，讲一句好话，给一个亲切的笑容，安慰，那叫做布施，那叫做普度，听起来呢？你不要选择，你对每个人都很亲切，很乐意帮助他，那个叫做普度，听起来。你还没到，还没见到，见到你先有一个好印象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地方。那布施就是弃除我执的第一步。我们知道一切的罪业啊，罪由心起，将心散。那心只是有我才有心，我们的分别心啊、是非心，这个都是我执啊。用你个人的观念面对每天的生活，所以落在业力之中。这是弃除的布施。那当你站在别人的立场，你就不是站在我的立场，那你就突破这个我执，慢慢的小我会变成个大我。所以通过那从比如说财势来讲，我们可以从多余的万的各位万多的中国大方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我大方来报喜，最好是这个样子，也不求多，对不对？求我们的细水长流，把它养成一种习惯。固定我就是报喜三百五百一千，那这个是最好，这样是最好哈。那计划性变成我固定安尼，哇，我喜欢的那，哎，我请回来，你陪我来出国学习，我来开始来抢钱哈，哎，抢到三万多还是我来去移民，那个原来是过敏，哈，每年的七月、八月、九月，我们都会到尼泊尔。那这里呢，摩顶故事有一个卖掉贫穷。贫穷可以卖的哈，然后有一天，十大弟子有一个叫张眼哈，他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个老妇人在哭啊，你刚刚也找水自尽，哎，老婆婆你为什么在这么哭的这么伤心？说我是一个苦命人啊，一辈子都在受苦，我的困难永远没有办法解决。那尊者说，世间的穷人很多啊，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更何况穷人不一定就痛苦。富人不一定就快乐，只要知足就能够快乐。有钱人就快乐吗？不一定，知足才会快乐。那我们虽然钱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也知足的哈，所以我们也是很快乐。那老师啊，你大师你有所不知，那个富人说，我在一个有钱人家的当佣人啊，那个黑心肝的主人视财如命，尖酸刻薄。我一天一天到晚啊，从早忙到晚，马不停蹄的工作，就像阿基大以前在跟人家帮佣对吧？哎，我出了一家回家，我一个卖家，他把肚子饿紧，阿基大，你如果做佣人就可能无薪水，啊，碰出了一家回家，不是一点回家，出了一家回家，那是其他真可怜。两千五百年前嘛，咧，今晚嘛蛮好啦咧。就这尼泊尔，这快点出世，因为文化不够吧，文化水平很低的。啊，所以各位姐姐，文化，各位什么？人是要建学校，学校教文章啊，读书读经啊，经就是文的。那各位姐姐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自内化文章读的不够多？肚子墨水不够多了，文章够了以后，文化。我们才能够化掉自己的内在的执着，对吧？所以叫做文化，这真的经典要懂。各位先生，他刚几天开端，你破来贯通，真的是这个样子，所以真的要下功夫。所以文化，我们有没有文化？
我们思维有没有文化？要看看别人，对不对？五大祖宗孝悌，第二个就是经典，就是文化。那尊者听了以后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么可怜，老婆婆你不用用心，我今天告诉你一个解脱贫穷的方法，你只要照着方法做就可以得到方法。”那我们听了很高兴，你真的有办法，赶快告诉我，我一定照着做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只要把贫穷卖给别人就好了。然后越谈，他说：“哦，你跟我开玩笑，贫穷也算贫，啊，世界上有没有贫穷啊？不然哪算贫？他当然买不来。”不要喝给他闹神，然后所以他会被贫穷。啊，尊者说卖给我，我就是最爱买贫穷的人啊。只要你肯卖，我一定买。呵呵，你不用感到奇怪，贫穷可以卖。世界上你都不知道怎么样的。那老路人你都知道，注意听清楚哦，就是布施，把你的贫穷卖掉就是布施啊。那我们今生的彼诺布，由于前世种下的因果。所结子因所结子的，你自己也可以啊，因为你真正尽真正布的因啊。那这些人你做善了，你前世没有种下那个布施的因。那贫穷，所以贫穷因为前世是吝啬贪心造成，不由人不知道积极布施，那一面享受享福，那福报用完又会再受。贫穷如果能够布施种，最后一定能够变成富有。那享福。吃苦了苦苦尽甘来，唯有布施才是卖掉贫穷最有。布施不一定要用财物，最重要的是一颗真诚布施的心。好比一颗种子，虽然很小啊，这个一颗龙眼啊，你的龙眼只是去了解，那一个进一桶啊，一毫二千种，哇，这个种子一颗龙眼吃就可以结很多种。但是这一颗种子埋在地下，没有人看到，对吧？你做了善事，你钱刚得兵，刚救人，哎，等于是埋在地下为善不欲人知，就是这一颗种子。但是你无甲带落，你钱拢放在银行，无甲带你头壳，这个种子是不会发芽，要看人怎么用。啊，这是布施呢，可以去掉贫穷啊。那布施是六度之首啊，是六度，我们知道。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无波罗，对不对？那布施可以除掉这个兼贪啊，布施去除那些兼贪的吝啬，人都可以做嘛，对吧？那请朋友嘛，较侪嘛来开了，那边请女朋友嘛正敢开，啊，但是若要救济哦，你三百五一百就好嘞，五一百五十个就好嘞，啊，啊吝啬啊，啊持戒身口意，去除身口意。忍辱嗔恨度人的精进，度我慢啊，度松懈啊，善乱松懈啊，禅定度善乱啊，那般若呢啊，度无明跟愚痴啊，这个是六度人顺便提一下。那第三个呢，布施的心态，怎么样布施才会达到真正的效果？就像我们昨天一天的八关斋戒，一天获得六十万世的那个福报。这是舍一得万的哈，哎，一报是一块钱，得一万块的，真的这个是，所以这个是什么真诚？所以昨天，如果你肚子越饿，你真的忍受下，那恭喜你；如果你偷吃了，那是你的报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戒体成就在你的忍耐当中，你越困难，你能够越忍受，忍受过了，这个就成就。而且真的是我们昨天。自请诸佛见证哦，诸佛菩萨来见证哦，所以在这个布施还要真诚哦，两轮为满，金为半。这里我们看一下一个这个布施，布施两轮啊，得到很大的功德。那布施一千金的反而没有功德啊，嫁给了很贫穷。可以吗？阿弥陀佛，当然可以。师父，不知
两文钱可以供养，我知道实在太少了，但请师父一定收下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这两文钱已经足够了。太好了，我要亲自为你做忏悔回向。谢谢师父。心呐、啊，咱那个真正的心哦。第二个，
功德大小看你的时机跟对象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时刻，这个关键时刻，这个sus pobres recuerdos comienzan a secarse y llaman a su padre pidiéndole ayuda, a lo que él reacciona cavando una ruta de escape. Es una carrera contra el reloj. Sus patas traseras para aguantarlo y construir un canal. Se apresura ante la llamada de socorro de sus crías. Después guía a su progenie a un lugar seguro.生命最伟大，对吧？所以后姐在道场虽然没有做下什么大的功德，但是看的也很多了。多囊功德真的是法师功德是很大，多囊包括法师跟五位师都包括，还有包括财师。你大救都救的性命，不是救一世人，救永远脱出六道，而且他们九成基础占高，所以这功德足多。所以昨天我们院长也有提到。黑鸡早班，因太太嘛是安尼，嘛是搁拖，嘛是袂断。但是迄个小班主呢，两千块五十个，我一礼拜就断去。因太太，所以法师真的是比较大，所以各位先生度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，对不对？在我们生命的水啊干枯之前。还有一条窄门，那个路不通，不是很大的啊，但是就可以留下弥勒净土的道，救人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而且菩萨视众生如次子，咱的心嘛是那种咯。第二次像黄德师的是化缘人的那是妈妈，妈妈化缘囝，所以你先不爱的伟大，菩萨就是这样子，好
那我们也是难舍能行，难行难舍能舍，难行能行，这个功德也大。各位姐姐，我们看那个在外面高楼大厦，哎，一夜我的老爸老爷高空的工，高空工人啊，那个薪水都是30万、50万一个月。一打被他们打，每天都一样，没哪条路是能想的，在这里是吧？难行而能行，所以越困难的事情，你去做，你去完成，那功德心就会越大，对不对？真正的价值就是你遇到很困难的时候，你能够坚持，能够突破，这个才是真价值。昨天晚上来江北公司所举的那些例子都是一样，欢喜付出，感恩接受，怨气都能够化。那我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情，是我为了我个人吗？那如果是为了个人，那你的功德性就小；如果是为了未来的整个众生，那功德性就大，对吧？为小向大，那怎样？越大越好。因为我们的佛性是无限大。如果你认为你只是一个完整小小的一个人，那你就是一辈子就是这个心。如果你认为我可以跟菩萨一样，跟佛一样，那你也可以成为菩萨。何况我们是仙佛菩萨的家庭，仙佛就在我们身边的，不一样的地方，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哦，这个是更不同的地方哦。那三个体空，就是我像人像，没有布施的像，三个就是最高的境界的哦。那财师就是人第二生命，哎，财我救世命呢，我钱就是我命的剑呢哦，所以也不容易的，对不对？钱财是人的第二生命。那但是呢，你不输钱财得钱财，那财呢有两种，一种叫劣财，一种坏财。劣财就是劣生命、劣五脏、劣五、劣八筋、劣辛苦忍耐，包括咱咱们忍受一餐的这个叫做劣财，那种是受过失，忍受这种是，完了做完了，这忍受这种是劣财。啊，坏财就是你打的积财哦，这个坏财。七宝国色的不修行菩萨，像我不修菩萨，把所有的钱财都捐给道场，那十足自封器官兼圣，这个都是。那财师有如井中水，对不对？一边串打一边生，三日五时不打水，二子被倒井边。这个你不会说啊，我的井水不冲，也一滴就也不漏。啊，你一缸一缸滴滴，五缸滴五缸，你嘛是赶快练这个哦。这就是这样。那我们921入港黄八八。一听到这个921以后，把全入港啊，所有的店铺的矿泉水、饼干啊、帐篷啊，拢装起来，无啥意义的装起来。人事那个都是啊，送到灾区啊。那当年呢，一年哦，我的生意有做过，伊讲做几块了，赚的比报喜还多啊。上天也是回报给你啊。那一天听我爸爸讲，所以绝对不会说越布施越穷，没有，宇宙因果力的法则，怎么去怎么回来。那你更是为了大家的那慈悲心的，那你就获得越多。所以如果你可以，那多少啊，我们尽量就多做一些啊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布施，我们要了解一下。如果说你布施错了，这个地方呢是在犯大家乐的跳脱义务，还有个彩名牌，啊你提起也布施，你讲不讲够多啊？你做那个主持人他是做不对的事情，那你又布施给他，他做了更多，那你是帮他犯罪，那你也是，你若分哪个分阿弥，你不是分阿弥，你分罪过，那不对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也沟通啊，阿姨做歹代志，你要承担哦，你给点卖，爱分给那个红利哦，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现在的时代做好事也要看一下啊，一起请教练做什么代志，阿那个平淡嘞，阿姨真的，所以现在的金光老爷哦，所以这个布施做善的，要动脑筋，你要真的要考察一下。那小儿监管来印善书，七五点灯书院的重建，弥勒尊者重很大，这个都有机会，不
再多再去增长，对吧？咱这边过来听财师哈，那我们目前我们正额已经花了1亿8000万了，不可思议的哈。但正额我也把它给我们盖了2000万的没有，都是小额捐款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上天慈悲啊，能够这样盖到这样哦，真的是冥冥中老师讲的，都感染大陆人的哈。那法师就是渡人哈，因为这个人天法师、小乘法师还有大乘法师，这个是佛菩萨在讲的道理，我们没有资格啊，这个是佛经，这是。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第五点，将自己会你学到的善知识教导别人，比如说你的孝悌家庭啊、生计饮食啊、经典啊、百遍读经啊，啊，无土生活、善解感恩啊，有无限生命。你知道的告诉别人，第一个就法师。那法师做了越多，你就越有智慧，越入来入地如意。这个就是法师的功用啊。好吧，对人家讲好话都是法师，经过你的嘴巴鼓励人家、赞美人家，然后话多不如话少哈，对吧？话少不如什么？话好，话好不如什么？啊，那个。话好不如话少，话多不如话少，话少不如话好，话好不如什么？无话。坚持你做给他看，才是真正的最有效的。所以孔子也讲啊，声色之教莫矣，声音、颜色这样的教育是莫矣，是不会毕业的。真正的教育是无形。精神感召，去风了以后，没功夫，这样干嘛对吧？德性就是那个德性，是以身作则，身教，而不是舌教啊。舌头讲的不一定是，哎，那公司对咱嘛，我领这几个啦，钱钱嘞。但是真正能做的，那个才是重要啊。那法师的智慧这里。从十人组这个没有时间看了，我们三朝普渡云宝师的书圣，这里就是他们外国人、啊、到一个十人组的地方去传道，那么在传道5个人、啊、都被杀死，一个十人组担心的，还教会那么奇怪，还人那有皮都没得，可派第二堆的人去了解，哇，都去担心了。但是一死的时候手还拿枪，也无人怕。讲我是你的朋友，我是你真正的朋友。他讲啊，您过来，讲哎，啊问那个被杀死的太太，啊您当去了台西啊，你的感受啊？你讲我觉得很光荣，我先生就是为了这一天，你准备这一天准备很久。你的听，你的说完没？他一直在提醒跟你。后来他们全部都是信教，接受他们的，就是把野蛮啊变成一个技巧，变成文明，真的是不容易啊！五度先锋回天的桥梁啊，一指之差，天天之远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看那个歌手啊，开辟一条这个小路，让他能够回到这个永恒的大海，没有通过在。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回去的。愿大力大仙佛助千帮白羊天使上天的桥。各位浅浅，今天我们愿意为上天，你的内心如果跟老师讲，老师我愿意帮你的小机构，那老师呢就站在你的身边啊，很简单。我们经常说老师啊，你来帮忙吗？仙佛慈悲啊，我仙佛帮忙。其实你要先我帮忙很简单，你先站在老师的立场，怎么样帮忙老师办一点事情，先我就在你身边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讲你要去磕头，弄歪叮当，弄歪整，先我怎么会在你身边呢？那忙都忙得过来了，哪里有那个多余的时间？啊，你得拼来管。老师，当你心里真心诚意，愿意为上天做一点事情，啊，先我就派。仙童了哈，很多的仙童仙女就在你身边。
银宝半生，终身礼敬银宝，所以各种。银宝是功德很大，功德无报，难以施养，改变身心灵，一忍三害。你看，一个人求道，九成七主都中，都中一千多个，九成七主沾光了。不是度一个人，是度他的九成七主。然后我们现在孝悌家庭，成全齐家修道，真的是我们的功德这样就很大了。好，从小见到大心道场，啊，慈心诚显啊，我们不要在众人的面前训人啊，你若要甲建议吼，因为忠言逆耳是真正好建议嘛，好朋友才会来建议，啊，他建议咱就私底下就行，不要在大众的面前，啊，你安尼唔安尼，伊就无面子嘛吼，就背后骂人，暗中伤人，不吝啬留人。愿大冒人体人之苦，用功之筹划大不以人之事有千之哦。那教人有三苦：苦口劝告、善心教导、苦行身教。要把一个人不会教到会是不容易的哦。就像我们自己改毛病积极，从没有改到改到改也是很不容易的。不会是啊，这是我们，这是让众生的生命无怕。就是不会看到你，不会害怕。那我们在道场，各位出公差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被人家误会，各有偏各有美哈。啊，歪来啊啦，歪来，那这样就可惜了。在道场，你做施主运作，啊，有人给你讲给你呢，那叫做消灭，因为边有先头来见证的哈。你就给你加工进，要给你加福、加福、加修啦、加地福，也来用。你道是逆着走的，老师给你也是反着来的，不是顺着来的，那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遇到施主，那如果各表哎呀，你给你两百亿，那不行，哎，叫做给咱消那个业障，恭喜了。那我们讲啊，那我自己干，我就来讲的哦，哇，你也是。那三讲到最后就是上台讲道理，抬起大牌桌椅，走进厨房会料理的。上台当讲师，下台当引导师，走进厨房当厨师。所以今年那个1月13号，我们那个正美的那个聚餐，因为我们区长要讲道，请大家吃嘛。区长当厨师，请大家回来1月13号。改到10号，对，中途改到10号了哈。啊，一刚刚徒弟他下厨了哈，局长下厨了。确实是安尼，不是刚才要讲道理，坚持嘛，真高明。咱这拢当做老师嘛，这个都没有问题啊。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啊，无畏师的例子嘛，咱目前书院来讲，你看。黄秀琴黄讲师这些的追溯者，哎，伊那咧经营的经营百万的吼，为我们寺院赚100万的，哦，真正是真。洪来说，哦，哎，哪一点洪来六七八点钟，那有机会去拿报名。哎，贵足少的，伊啊六七八点钟，贵的车洪来拿到变半一个7个小时8个小时，有机会我们再练一下喉咙吼，练一下礼拜。那礼拜四的话。经常打扫到半夜的黄姐这样，哎，那一包，这栋那一包哎，你他妈半夜来扫扫到天明了呢哈，礼拜六下午呢，张姐在那点钟就准备结钱到，到点来拜堂来帮你去支援人刷，哎，都到点了啊，每天来帮忙的廖廖妈妈啦，每位老大夫给的，你们拢点来来，无意识来来到这来哈，啊，定期扫厕所来进品料。啊，帮忙各一个会少哈，黄会少，黄姐姐拢默默付出的，啊，自愿义卖，咱这个迄个付钱对吧？义卖也是伊的工课啊，伊工课是伊要自己支付嘛对吧？啊，包括咱临时支付嘛，拢伊来支付，还有很多默默协助，这个都是很实在的例子。那这些都是无名英雄，也都是实际上。那我们在明年度开始，我们会将无畏师的功德回向，在每个月。在回向那个财师的时候，一起把那个单回向，各
各种始祖，所以我们会设计这个表格在办公室。你若来遮做工作，你就家己去啊，常听着姓名、日期、工作内容几点到几点，你家听听。那一个月、每个月就是微笑，功德微笑，很具体的记录。你也会这样做的哦。那我们白天也可以。最后，千万理论不如一个实践。讲了那么多啊，说一尺不如行一寸，行出来的才是道。走出来再是今天那么准的来当起那变化，永远不会太远啊！只要你做了，永远都不会太远啊！行，勤修讲办，万般带着机会来练习的生活。那最后就是人生无常，行孝，行善不能等，对不对？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一个天堂的五章啊，行孝不能等啊，不要前进，百善孝为先。这个。按照我们就结束了。